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是卓博源县长的施政理念之一。彰化县政府今年再度结合爱心企业赞助，在国外友好县市协助下，第七次举办阳光之星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前往日本四国爱媛县参访学习，让绩优弱势学童也能走出去，让这些子弟增广见闻并蓄积能量，也落实卓博源县长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的施政理念之二。我们特别遴选非常优秀但是家庭稍微弱势的学生，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家里的经济因素不要影响到同学们学习开眼界进行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机会。也很感谢爱媛县单位啊，能够安排他们当地的小学啊，让我们的小朋友深入的了解日本的教育文化，并且可以跟日本的小学生啊一起来学习啊，一起来生活，一起来交朋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学习成长的活动。今年阳光之星来自各校的80位小六学童，虽然来自弱势家庭，也从未出国，但他们品学兼优，不仅准备了武术、舞蹈、直陶笛等表演，更努力学习日语绘画，以便与当地小学生共同上课，用餐时介绍自己，也介绍家乡彰化，成功扮演彰化台湾的城市交流亲善大使。公益频道林俊明综合报道。